纽约时报报道说，美国政府与以色列 NSO 集团签订的秘密合同至今有效。报道还说，虽然这份合同是第三方公司出面签订，但美国政府是间谍软件的最终用户。根据这份合同，美国政府可以使用 NSO 集团一款名为地标的地理定位黑客工具。政府官员通过访问一个特殊的网站，在输入目标用户的手机号码后，即可在该用户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精确定位手机的位置。报道披露，两名知情人士表示，在该合同下，美国对在墨西哥的手机用户就至少进行了数千次查询。目前，墨西哥政府方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。讽刺的是，这一合同甚至公然违背美国政府自己制定的措施。报道发现，就在合同签订五天前，也就是2021年11月3号，拜登政府公开宣布将以色列 NSO 集团列入美国商务部黑名单，禁止该公司在美国的商业运营。但这一措施显然被美国政府无视并违反。而在《纽约时报》的这篇报道刊发前，3月27号，拜登还签署一项行政命令，禁止政府使用商业间谍软件。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私下表示，美国政府使用 NSO 集团的间谍软件违反了新的行政命令。美国实施无差别监视监听，从竞争对手到盟友，甚至包括德国前总理默克尔、法国多任总统等盟国领导人，无不在监听范围之内。危机揭秘网站创始人阿桑奇说，对于美国这个监听超级大国来说，规则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没有规则。